军，中国摇滚界的标杆人物。
在牛逼的北京啊。你们老吗？2016年5月9号马上就过去了，又虚伪的活了一天。现在不造的话，什么时候造呢？下面唱一首歌，一首新歌叫《作》。你要活得不作的话，太没劲了。
今天你们太牛逼了，因为今天我儿子跟我老婆在现场，所以特别感谢你们给我儿子留个好印象。谢谢。
谢谢陪我这么多年的我乐队的兄弟们，张张简干手，黑岩贝斯手，姚林。这次参加这个30年摇滚也是因为姚林是总音乐总监，所以必须来。飞仔吉他手，还有我们三宝贝斯下来吧。谢谢你们，祝愿每个人能够快乐幸福的生活，谢谢你们。